好，我们这系统哈、哦，三个点 A、B、C 三个点，我们两点间任何一两点间的电压、电流、电还有欧米伽的讲哈，电压是744毫米伏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 B、C 点呢？一样吧。一样，744毫米伏特。好，那 A、C 点呢 ？A、C 是151哦。1551毫米伏特。好。那电流的部分呢 ？AB 的电流多少 ？AB 的电流，还有我们 AB， 我们有两个 AB， 你们只有两个 AB， 我们你们量电流怎么样？答案都一样吧？哎，这答案都一样。实际上你们要量 AB 间的电流哈，你怎量说？我怎量 A 点的电流 ，B 点的电流 ，C 点电流？因为两个怎么量？哦，对对。量之后你们把这两点拆开，对不对？对。拆开它，把电流计摆进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聊的是 A 点的电流、B 点的电流、C 点的电流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刚这样问你，你应该说不是，我没有量。好，你量电流多少？2.55 2.55 2.55 好，欧姆多少？7300297对不对 ？AB 是297 ，BC 是297，对不对？对。那 AC 呢？AC 就155，哎，不对，电阻哎，电阻，多少？电阻多少是那样？猴子，谢谢你，你这节怎么说？怎么在这里？我下课了。那我们还没下课。我被裁掉了。我没有讲话。但你摇动的摄影机，而且是相当跟你对话，就占占用到时间了。好，我们下课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量多少？还没量到。我看过他量的，590，所以就趋近600左右。我没有量过。有了。有了，你有量，我看你量一下。我就一直没有写进去。所以那时候跟你讲说，你们一定要做，像做实验，做实验一定要记得做任何实验，像你们要做任何实验。那个东西，你这个题目上面有问到吗？我写说各点间。各点间。我们写各点间。可你有说写电阻量？哎，没有啊。啊，没有讲过量电。就查那个、啊，要查电压量。OK， 好，对不起，那是我误会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，来看一件事情。为什么才录了两分钟？我们来看 AB 这两点间 ，AB 这两点间 ，AB 这两点间的电压量是大小，电流这么大小，电阻这么大小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是不是看看它符不符合欧姆定律？欧姆定律是不是 R 等于什么？V 除以 I 呢 ？V 除以 I， 我们可以试一下吗？我们计算机算一下 ，V 多少 ？V 是不是744毫米伏特？对不对 ？I 多少？2.55毫米。啊 ，OK。对对，多少？291。291的。291什么？哦，291，答案是291，就291。291跟297是不是差不多？对。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试一下，看总电压、总电流。我们量到一个是1551毫米伏特，我们的总电流是594，答案多少？151。多少？写错了，294，255。2.55，多少？1551除以2.54，2.55，608。啊，608是跟594也差很相近的，啊，所以基本上这是符合欧姆定律，我们可以这样讲。事实上的东西，事实上两段结果跟计算的绝对误差，啊，绝对误差嘛。好，那这是一个串联的结果。那串联结果，我们看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讲过了，两个电阻串起来，它整个系统看起来的电阻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刚好两个相加？这两个相加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就整个系统来讲的话，它的电压也是啊。你看这个电压跟这个电压刚好差一半，对不对？这电压跟这个电压刚好是这个的一半。因为你用两个电阻相同，假设你们有时间在做的话，你把这个电阻换掉，换成600，你会发现什么？
翻这两点间的电压是两点间电压几倍？两倍。两倍，因为我们知道嘛 ，V 等于 IR， 所以电阻跟电压是成正比。这边电阻越大，这边电阻越小；这边电压就越大，这边电压就越小。啊？成正比。成正比啊。那这在一个系统里面呢、啊，你的电压是跟电阻有关嘛？因为它通用同样的电流，它们同用电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电流固定的情况之下，电阻越大，它两点间的电压就越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。好，所以这边在提醒一个事情是，我们的自然科学物理里面，它很多公式就很简单，但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？你要透过实验，透过操作。去思考它中间的含义是什么？清楚吗？好，那来看第二个题目是并联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很快讲完哈，并联。好，那这边是 A 点，这边是 B 点，这边是什么 ？C 点、B 点，我这边要写 E 点、F 点，需要吗？需不需要？需不需要？应该不需要吧？应该不需要。那请问一点这边是 C 点一样，一点像 A 点一样？应该需要哈，这是不一样的结果。我这 A B 指的是这个电阻的两端 ，C B 指的是电阻的两端。一点指的是什么？它两个并接在一起的，已经并接在一起了，接过来。同学问我说，串联跟并联什么不一样？你去思考。串联的话就是这个系统的头尾相加，可是这个电源呢，头跟头相接。尾跟尾相接，这就是并联。好，我如果两个电阻换成这样子，好，比如说这两个电阻是并联串联。嗯，不一定，哎，不一定哈、哦，对，不一定，哪里不一定？看它电池放哪里。好，电池，假设电池放这里的话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并联。并联。那假设电池放这里呢？串联。就串联了。好，这有差别了。两个意思是不一样，啊、嗯、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系统，那你量上的结果告诉我们啥吧？来 ，A B 间的电阻多少 ？A 或者 A 电压你量了吗 ？A B 间的什么？好像没量到这里。啊，你们还没量到这里？没有。你们量到哪里了？这里不是有量到吗？我们不是只量了 E F 吗 ？E F。你们只量 E F 的什么？你量 E F 的什么？的那个。电流。电流多少？几颗？两颗的，两颗9.67迷尼安培。9.67迷尼安培，两颗的吗？对。哎，这样。你说 E F 吗？应该是电压吧？这9.67电压？不是。应该1545迷尼伏特。1545迷你伏特，那你们用的电阻是原来的电阻吗？一样的，都是300。300，好，并联完之后，它的电阻变多少？150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你把1545除上150等于多少？1545除上150，10点多。十点多吗？10点，10点3，好，迷尼安培，这是理论值，对，这实际值，是不是很接近？对。好，那再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电阻变小？为什么 EFG 的电阻变小？因为串联之后。你这样子它哦对并联，你这样子它两个铁片嘛，然后两个电阻都在上面，这样子你接一点就代表都接到两个电阻都过去了、嗯，所以就是你弄到就是经过两个电阻的意思，然后就会减半再减半，就会减半。减半什么？减原本的电阻量的一半。OK， 电阻变成一半。简单来讲啊，假设我接个电阻，我是不是一个电阻流流过去？我电流流过去，这边是1.5伏特的话，这边是300的话，我的电流大概是大概是5左右，5mA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是5mA，对不对？流过这边是5mA，流过这边是五 m
量元，就是两个汇流在一起会变多少？会变十米量元。对，就这么大。好，那当你看那个系统是，我有电压，我有电流，我这个电阻多少不知道的，我就可以去假设这边有电阻。对对对，在病原的话，电阻会越来越小，就会趋近越来越小，而且事实上是趋近，对，会就反正就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。对啊，病原你要想，我这是一个水管接过去嘛，可是水管流量不够大，这怎么办？再加一根水管。再加一根水管，是流量就越大，我电流就越大，电流越大，相对来讲，我电阻就越小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嗯，是。OK， 好，大哥。9分下，9分。哎。